我今天呢、啊、来到朋友的家，很荣幸可以被请到邀请到 Adeline Chang 安迪的一个朋友，我们跳舞排舞的朋友来的，他的女儿结婚，请我来可以拍到他们印度人怎么样的他们的结婚的典礼。印度人的结婚典礼啊，是很多很多手续，很多的，就是他们会庆祝三天三夜，载歌载舞的，所以安迪也是很兴奋。所以这一个是到那一天结婚典礼的时候才有。然后今天呢，第一天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哦，结婚的那一天是在29号啊，正式的。所以呢，今天呢，他会做两个仪式，就是今天要做一个结身。我们华人呢就有做梳头啦那些东西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他们就在前两天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个结身，就是要洗身啊，做干净。然后他还会做一个 extra 的，这一个呢是在印度人里面啊，就是每一次他们华女人呐、啊，来月经的时候，就是长大了女孩子，所以他们会在家做一个宴会，就是 kenduri， 我们马来西亚讲 kenduri， 就是做吃啊，请邻居啊、亲戚朋友啊来吃，就是通知他们他的女儿长大了。福建人也是有做的，潮州人也是有做的、哦、当他们长大的时候，福建人做的那个叫做邓朵郎啊，这个是印度人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一个 extra 的意思，就是他邓朵郎，但是其实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次来经期的时候要做，但是母亲没有做，不可以的，就算你没有做不要紧，到你结婚的那结婚的时候，前几天你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仪式，所以结婚的时候这一个一定要做的，所以他在同一天结身和今天做一个邓朵郎一起做，邓朵郎我都不会说转大人那、啊、就是哈 OK， 我们再等一下哈，他们九点半才开始，我们再来看看 OK。这个是一个爷来的啊，但是他们一定要把它切成这一个形状哦，拜神啊、祈祷啊，他们就会要用到这样的。What is that meaning for the coconut use? Because I saw always in Indians they pray, they use a lot of coconut, or sometimes you go to the butter cave, they break the coconut. So when they break the coconut, it's sort of like an offering to God. But for here, right, coconut is a representation of Ganesha. It's an offering. Yes, correct. For Ganesha, correct. It's a representation of Ganesha, the elephant god. Yeah, so that is why we offer him coconut because he likes coconuts. Oh, okay. 明白啊。OK， 刚才安迪有跟你们讲哦，因为他的衣服是已经做现成的了，所以不用绑到那么多。现在安迪给你们看啊，印度人的纱丽哈是蛮难穿的，要人家帮忙的。你看他要这样子穿，还是要缠那个布啊。这个是Danusha 的妈妈 Adeline， Danusha 的安迪啊，安迪，安迪，安迪，他们叫安迪啊，安迪叫安迪，安迪啊，对。看哦，打折打折哦。所以我喺嗰度諗啊，我想買曬啲嘢，我一睇到我綁咁辛苦啊，唔好啊，咁樣笠落去好啊。佢哋有啲係可以ready，可以車 ready made 嘅，有會貴冇？唔會啦，百零蚊啦。呢個呢套車埋呢個衫仔，車埋衫仔嗰啲，不過睇曬啲布咯，睇佢哋嘅布質係點啊？有平有貴啦，曬啲都可以上到七八千蚊一塊嘅。係咯。如果你車俾啲咩嗰啲，就係咁樣車咯。哦。嗯，嗱，而家喺度冚住呢度。哦。OK。佢結婚嗰日嘅咧，係俾人綁嘅，俾人綁，因為比較靚啲哦。好啦，就將穿好啦。你看，很漂亮哦。好，謝謝啊，謝謝啦。你看啊，在馬來西亞大家都知道啊，三大名著華、烏、印。馬來人結婚也會請到華人，也會請到印度人，然後印度人的結婚禮咧。也会请到我们这些华人啊马来人的 OK 有华人来华人穿旗袍哦哎好好好早上好印尼的不要干油啦印尼的不要倒啦这是 mango leaf mango leaf and this one more leaf and one more leaf is this one菩提叶 two types is always in the temple 还有这个 mango 啊 mango 芒果叶
芒果一定要两种叶，就是菩提叶。This one always the Indian temple logo. In Chinese also they pray also they use. They also like this one. Three types must wear. Oh, three types ah. Another type. One more. Ini pokok mana duri mana ada. Oh, 这个又另外一种有刺的哦，他讲。通常他们的印度的神庙里面一定有的，他们都会种这个树的。OK。现在是新时代哦，要去买鲜奶、牛奶哦，所以现在他们都是买这样瓶装现成的了啦。OK， 就好像我们华人接粉也是要摘那个甘蔗啊、蜜糖嘛啊。现在哦，甘蔗他们直接买那个甘蔗水放在车上哦，对不对啊？来，我们华人哦，以前很喜欢用玫瑰露啊、玫瑰香水啊、玫瑰香水来的玫瑰露。华人用，现在没有人用。没有人用了咯。啊，他们印度人。他们还有用。这个是喜事之做啦，结婚跟独立的做，还结婚啫。啊，来这一个、哦、是印度人、哦、他们办喜事的时候、哦、他们一定要做，要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家在办做喜事。然后这一个树呢，就是 Pokok Raja。然后他们的印度人、哦、他们一定要用艺术的，就是三五七九。我们华人很喜欢用双数，所以要用手，只能够用右手。然后以前的人是用牛奶鲜牛奶，现在可以买这一个帮这个树。冲凉前纯洁嘛，对不对？啊，把那个树身擦身啊，擦身洗净。这个哈办喜事的时候，他们家一定要做的，印度人要让亲戚、邻居知道他们的家在办这喜事，所以通常都是一般在门口做。然后看是啊，他们现在用那个水跟这个 Pokok Raja， 就是 Raja 就是国王，这个叫做国王树，他们要砍他的树干啊，但是要有一个叉上面，等一下他会帮这个树装饰的。现在开始他们就查那个黄姜粉，哎，对，黄姜粉印度人用很多的哦。Only five， 比赛耶，啊 ，five or seven， 比赛，一郎是 lucky number 来，然后就帮这个国王树，就帮这个树生插那个黄姜， okay. 而且要找的五个人哦，都是结有分的，这个是粉来的哈、哦，这个粉哈、哦、就那些印度人的那个神庙啊，拜神的神庙，他们通常插在这个脸上的一种水粉来的，凉凉的、啊。This one is meant for prayers 啊，所以他们也是一种拜神的意思啦。Usually in the Indian temple must have this tree 啊， yeah. 在印度神庙里面呢、哦，一定有这一种树的，叫做 Pokok Raja。出来的啊，他们就点在那个。People wedding all okay. This what is this 啊？ This is kumkum. Kumkum. Malay this is kumk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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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in Indian kumkum. Kumkum. In Chinese I don't know 啊。All married ladies must put like yeah. Yes, after married they have to put red color. No married, black color. Different 哦。所以你们看印度人呢、啊，点红色的话就是已经结婚，黑色的话就是还没有结婚，或者是单身的啊。先生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是点黑色的。OK， finish。然后现在开始绑上一些叶子啊花。这个叶子呢，就是有三种叶子：芒果叶、菩提叶，还有一种叶 I 不会讲，不好意思。这个叶子是不一样的，他说这个 special only for wedding， 只有结婚的才有的。啊，这一包东西哈，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种子，他们是在前一晚上蒸个叶，为什么要让它发芽？就好像我们种豆芽，它里面有青豆、红豆，各个包种，各个咩豆啊，叫做肥豆，哎呀，好多种啊，包子、根子，我种落去的哈，就是让它开枝散叶的意思，开枝散叶。给意思啦啊 ，nine kind 哦，九种的种子 ，nine kind of seed， yes for grow lah means 啊 ，for the family right luck lah in Chinese something lah 啊 ，all is good thing， okay， black cannot 啊 ，yeah of course same as Chinese， 然后他们要种咯，就放一点点撒一点奶，牛奶。放完了那个牛奶，现在他们就要撒钱下去啊，也是好意头咯。现在 Chinese 这样很喜欢用钱哦，哇的，来我们喊。然后这现在就开始放正有各叶的九种种子，每一个种子有代表一个意思，但是太长了啦哈，看到吗？就是让它开枝散叶。大家看哦，他们种一棵树啊，就是要五个人，要大家做，跟我们的华人有一点意思，就叫同解连心，一团和气。OK， 你
看他们又要放沙下去，然后等一下还要放那个种子，其实是放泥土沙啦，可以种那个种子啦，让它开枝散叶的意思啊。啊，种子。啊，牛奶水。你养咯。你分哪两？还有咯，安迪以为完了哦。After this, continue by what? Some of the prayers. Oh, have you pray again? Oh. Now we put, we go to pray. Pray.所以现在开始拜神就不可以穿鞋 ，OK， 一定要赤脚，要尊敬这个神明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每次去印度神庙一定要脱鞋，就是这样的原因咯。所以安迪看了这么多了，讲完一句话，就好像我们华人一样，开枝散叶，富贵荣华的意思啊。你讲了这么多哦，就是这么简单啊。来，我们也是有点明灯的哈、哦，他们印度人也有点明灯的，我们是用油。他们是用芝麻油，更贵哦。This is sesame oil, right? Yeah. 嗯，他们用芝麻油。看，他们点了明灯，然后再点一个灯，然后这个灯哦，那个白色那个是甘文烟，甘文烟的烟，它有一种香味的。很多人哦，一些人呢、啊，他们晚上弹完了，你点呢、啊，他们会卷好一个物质的，就是可以辟邪，也是可以，其实辟邪啦，以前其实可以赶那个蚊虫的，可以驱蚊虫的，啊。新郎的爸爸要破爷哦，就是弟，你算果蜜？啊！他的意思呢？打开来讲，美美啊，就是好意头的意思啊，好意头。来，你看他放的东西。Apple 是吧？啊 ，This is Down Siri 来。Yeah. 啊，这个是一种，他们叫什么？他们吃那个，台湾也是很喜欢吃的，海南岛也是很喜欢吃的，槟榔叶，放槟榔叶。啊，新娘的妈妈也是要祈祷哦。啊、这位是新娘的婆婆。Now finish already. Finish. So, who's a visitor also can pray. This one because all Malaysians, ladies, all ladies are allowed. Oh, ladies only. Yes. Okay. 不要弄错哦，已经做完了哦。这个来者谁都可以去拜，但是。For ladies only, 只是女士而已啊。Whether marry or not marry also can. Actually, it's normally married women do, but since I see you all are very want to participate, all marry already. All want to participate and so happy for her. So I say never mind, let everybody bless her lah. Okay. Make a happy occasion lah. Yeah, okay. Usually, 只是给结了婚的女士可以拜而已哦。不过因为很高兴，所以现在也不计较这么多了。不管没有结婚，有结。都可以拜了，因为让大家高兴嘛。OK， 好。这个是受到主人家的祝福。谢谢安哥刘，谢谢安迪。哎 ，welcome。来，安迪跟你们讲啊，这个意思啊是 extra 的，就是跑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印度人的风俗里面哈、啊，当那个女孩子她们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她们要写下时辰的日子时间，然后她们就会开一个宴会，就是肯都丽这样啊，请左邻右舍、亲朋戚友来吃，就让大家知道无家有女初长成，就是让人家知道她的女儿长大了了。所以你们有意思的要提亲的可以过来，那是以前，现在的人很少做，不过印度人一般上还是有做。新娘没有做呢，因为以前她来月经的时候，她母亲要跟她做，她不要做，因为现代的人觉得很排泄很麻路啊，要做你知道吗？很不好意思让大家知道我来月经，对不对？所以她就没有做。所以现在呢，她要结婚了。在印度人里面呢、啊，印度人的风俗习惯里面哈、啊，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这个仪式的哦。在潮州人和福建人里面呢、啊，他们叫做华语安弟没有啊？福建人和潮州人里面呢，他们叫做邓短郎，就是转大人了。所以她以前没有做，现在她要结婚了哦。她这个20号就是举行婚礼，如果没有做就不行。所以在她要举行婚礼之前。所以他的妈妈今天帮他做，就是洗掉那些霉印，一切把它，我们叫做净身呐、啊，洁身呐、啊。所以今天他一定要做掉它，还有多两天他就要结婚了。OK， 我们现在看他怎么样来洁身，就是 cleaning 啦、啊、就是把一切不好的洗掉到完。来，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做。好了，不能吗？
Oh, boleh.来，这一个的意思是 baby， 啊，让他开枝散叶。啊，刚才那一个是回礼。来，安迪也要写一些哈。这一个呢是晋升，itu soy punya semua pergi bagus punya mari ok。哟 ，sorry。来伸水啊 ！Right hand, darling, right hand. Both right. 啊啊，来放他的脸，我们就是给他祝福啊。OK, and then water， 然后就是水，这个剩水，等下要冲凉了，还要进水。Which part first? Down, down, down first. 一、二、三、四、五 ，How many times? Three times. Three times. OK. 你看啊，五个部分，所以他们要三、五、七、九。然后要做三次，来，这个就是他们一定要拜的，这个就是 God of Lakshmi， 一个女神，我们华人就是财神爷，他不只是财神而已啊，也是带给他的一些好运，所以这个呢是 Down Series， 为什么用 Down Series？ 等一下阿弟来跟你讲，这个是他的一个手掌，给他祝福，先定，来，也是三次哈。哎，祝你啊，身体健康，顺顺利利，顺时啊，记住啊，顺顺利利嘞，身体健康，早生贵子，开枝散叶。哎，这个才是早生贵子啊！来，再站着，哦，再站。你就坐到不能。再站着，你都要喊。哎，早上贵子。哎，老板嘞！你在哪边啊？哦，你在嘛？啊 ，OK。然后撒上花。因为安迪是左手的 ，sorry。OK，OK。今天他不在 ，Thank you。啊，南瑞，南瑞，啊 ，check 的，南瑞 ，OK。好，谢谢，谢谢。This is the gift, thanks gift lah. Thanks means fruit. What is it? Fruit for? Fruit, good luck. Good luck. Flower, because you are a married woman, you always must offer flower. Oh, married woman must give flower. 你知道这个花是很香的，印度人的九里香。So married woman must have yellow string they use. Oh. Then the pink one, the red color, then the yellow one. Yellow one, and bangles. Oh, this is the bangle. 所以这个是手环来的。我们戒友芬呢，他一定要给我们甜品咯。然后这个花是戒友芬的人。给我们的，然后这个是黄色的，这个是红色的，就是点这个头的祝福的。然后这条线呢，是以前的人呐、很多啦，印度人他们戒粉一定要绑那个线的，他立来啊，就给我们的了，戒粉的了。OK， 就是这样了。哦哟，安迪，安迪 ，Everywhere。喂，不对，没事了。来啦，没事没有。Yeah, very cool. Okay, what's next? Okay, who's really hot? Who's really hot? 奶茶。啊，他是做门店啊。
刚才这边不是有个灯的，他们点那个光那个什么明灯的，然后这个明灯哦，就是旁边有这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嘛？要把那个明灯哦移进去，不可以让它灭的哦。然后这个灯呢，过五天还是三天啊，安迪也搞不清楚了啦。要让它那个灯一直着哦，不可以灭的哦。所以他们时常一直要加那个油，所以他们会做一个这样的盖住它，不要让风吹到啦。Cool. Betul betul mandi lah ini. Nangga. Cepat kata macam ni, ini yang lain cukup dia. Sudah kalau tak tu nak. Nangga tak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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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e lah nak buat. Ate. Ini dah. Wong eh. Jadi ya tahu lo lagi di dalam. Ya, mama berarti tahu ya. Salah dah mana kan? Kan ni kan kan dulu tu nak dia pergi. Ini dapat ke mana? Make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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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sure.诶，其实广府人都有噶喎，冲花冲嗰个花水啊，冲晒嗰啲啊，好嘅气咯，系咪？好嘅嚟，衰嘅气。记得加啲碌柚叶落去。哦，加啲碌，哦，唔记得咗啦。我哋同人有碌柚叶嘛，呢人都有啊。有丝巾嘛？哦，有喎。Thank you。Your complexion very nice now. No, it's yellow. It's not.你看啊，这个啊，以前我们在草堆啊，要野草啊采的，我们这样子按它啵啵声的，看啊，这个野草啊的，等一下要给它带上去的。我们哦，印度人也有哦，这个哈、哦、是拿来冲凉的，他们叫什么啊？去毒去湿，去掉那些毒啊，身上的毒，还有黑湿啊、黑毒啊啊，咁样咯。广府话讲比较好听啲啦，话有个人讲去毒去湿，多么难听，是不是？黑湿黑毒呢、这个攞嚟煲水冲凉好好噶，但系佢哋嘅仪式咧，即系讲拜女仔，女仔登大栏嗰阵，佢哋要用呢个叶嚟带做一个圈，系咪？拜完咗咯，就放喺门口咯。来，新娘换了新衣服下来。